我还是没听说。哎呦，这跟你又不搭，你紧贼哦。跟我还比较搭。哇，这是你没办法驾驭的啦。那个颜色不适合你啦，用了会显黑。你出来吓人哦。你到底选好了吗？哎呀，你不要打断我啦。 不然你帮我选呐、啊，左边。可是我比较喜欢右边哎。好，右边。可是左边好像也不错。你到底想怎样啦？哦，OK。不然都买。可是柜台在那哎。结账。拎紧老一线，你后好小看，今日这粒鸡正也好看，介绍咱就来讲看。 这魔法棒一支卖偌济？600收卷，50收卷，几克六支包做伙，6支1000 make a friend。哦，要不要也可以上班呢？哇，这个腮红上面写的就是你的名字哎，<笑>真的哦。来来来，哇，你看这个超好推的。 不买对不起自己，哇，你真的哦！哎，哇，你看，还有修容跟打亮哎，你这系列6支都买啦。嗯，哇，你真的是放火烧我哎！这些全部都算他的，我掐死你，你这个海蝶！等一下。 这只一定可以拯救你的 baby fate。好了，你确定不是在整我吗？不然你给观众看一下啊。这就是我家祖传的京剧变脸化妆术。哈？把你画成小 V 脸林志贤了，全智贤啊，全智贤 V。